一对高细昂，将一蕊莲花笔涂上一片幽暗的乌，从此成了混世菩提，到吸尘之来。玉莲，你紧走，咱一笔牺牲，正得众人以不以放弃了，正做沾花三文，心境就会被恶魔摧毁。你紧走，你紧走。我唔啦，我唔啦，我要跟随你师尊。这口就是为师的决定，你紧走，负责你我师徒断缘。啊，师尊，啊，永别人告别，有人，师尊，啊，啊。古来阴风，遥我深深共西，万里江山，此刻不过一面江雪，遥他还复如何？为什么放过我的子儿？哦，原来是你，我以为人世该休，想未到，你也是半真不转。在尊伊也受贵族先王修的血统，合界为真的贵客披肝沥血，尽管那王后也不过是一名替后之意。你为何制定丧心病狂，至今我将不舍不解到头来，你究竟得到什么？真得到现今的位置，得到贵族的王权，得到目睹一段幸福，众人平辉在顶眼前的感慨，竟真可说，那是一种愉快。我早该警告你是一种女人，不该将你带入王殿。你对我不敬恕罪，甚至对天鬼恕罪。在未来几个历史，将对你叩提笔法，千秋不朽，千秋不朽。哈，历史界最下一个出轨的王后，背着鲜红不滚手，但下将贵族王秀的人贵之子，一定大义灭亲，弥平了之情。哈，好个冠冕东风。失败如今，你至今仍未了解，历史是指天才失败者，而得权的定，可是握着输笔之手。你内心清楚，无可能骗得过天下人，所以就算我死，你仍要百般追杀，令得我犹豫。是否不念及伊，也是你的替夫人。如果连你丁一零三，那你的游击有生性命，当年你暗中都是鬼恶，靠我现身已被忠义领情，不比我探得一宿万千。但如今已记再回奉心，丁零八年必定将会不清，毕竟也不曾有过你这位失职的武后，不是吗？定最亲爱的宝剑，夹住你。家教，令将你这样纠缠不安，定难掩牺牲，却也不免一时不忍。定会将你的幼稚，好好记住我这位母亲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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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